是是是，我们人家推荐的炒泡面，爆香三杯，还有香辣炸酱。副店长，来来来来来，并不是说我欺负你，是你刚刚自己说哈 ，OK， 如果我们有准备的话，对，你就愿意帮我们做。对，今天是有两款时尚玩家的这个推荐的炒泡面，是的，一个是爆香三杯，一个是香辣炸酱。对，那但是呢，因为我怕你自己又发挥太多创意，对，你的一定要用它的那个酱料，就它里面的东西都要用到，对，不能换掉。我自己很喜欢这两款，对，你有机会也可以吃看看。对，我等一下可以分给你，你有吃过了？吃过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还是会吃宵夜。是是是，哎呦，是是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好，那其他的料你可以自己好啊，自己加，好不好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好，期待好期待。这个这是哇，这个是爆香三杯，这是香辣炸酱的。上面淋的酱是什么？这个真的是我们刚刚那个酱。它里面我们加了一些我们自己做的辣椒酱，然后还有原本它里面的香辣炸酱。哇！哇！感觉超好吃，好好吃哦！还有多了很多那个海鲜什么的。哇！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超强，看起来超强，你先不要走。如果我觉得吃完之后，因为我是一年一个人就吃500盘的男人，如果觉得 OK 的话，你们就看能不能就是加码就卖下去了。而且你看他还有再丢姜片下去爆，姜片是炸过的，所以他们很用心的，那个蒜头也是，因为它其实本身九层塔跟姜蒜的味道就很浓，但它本来的，我说我们自己本来的那个三杯的香味就很足够了。我以为你要喂酱料，我让你闻香香，他刚嘴巴都打开了，很香的，哇。它整个是让它的不仅仅只有料之外，它还因为它九层塔在丢下去之后，它本来我们自己就有那九层塔上去，对，它本来锅气，它等于让它这些味道都更提升的。家小卷好聪明，对，而且这个三杯的搭配在我们居酒屋好适合，对啊，对，超好吃的。三倍的香气，原本吃原味就觉得很香，但是经过那个他们的那个焦熟，对，我觉得是提出它的那个它的香味，它就是再升华了一点点，而且加很多料，它的那个鲜味都是加进去了，对，真的。但是你这样吃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吃到那我们本来的那三杯的酱料，对，像三杯集体是好吃，所以哇，它现在这样弄起来有点像台日结合，有点像日式炒面。因为我发现你这样吃，你更可以发现它原本的面，它的菜跟肉真的很多，对，所以那个菜的甜，它老板一这样弄更明显。觉得上次你赢是赢的非常的 OK， 对，值得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我吓到。幸好你有放车。而且你看哦，它这一次它有不一样，哇，它让它的那个做法不一样。你看它下面好像是让它有点类似像是炸过广州炒面，煎过。哦，这个，然后这大阪烧，这加了炸皮蛋啊！哇塞，我没有想过这个搭配哎。对啊，你们好强哦！而且风景你之前就蛮喜欢这个香辣大酱的口味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，那个面都有一点吸收了它的那个酱。台湾的居酒屋就应该要卖炒泡面，真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如何？它原本的酱，我们都吃过，非常好。这个发酵180天的，那个自然发酵180天的那个豆瓣酱，没错，再配一个那个辣椒酱，对，就变成香辣带酱，是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加了一个皮蛋，炸皮蛋，那皮蛋有个奶味，有没有？那个蛋黄加在一起变得很温和，但是味道是很足够了，而且配这个脆脆的面，多了一个焦香，真的是关东炒面的那个 feel 啊！我刚刚在想，是有点像广州炒面，没想到这样子。对，我其实不仅仅是给台湾的这个居酒屋有一个新的 idea， 然后同时也其实也给电视机的观众，你自己在家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创意。对，因为其实酱料是最重要的，你在调味的时候酱料是最重要。如果你有我们这个酱料包的话，你自己再加，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完全拿上桌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
也超强。哇！哎，这个脆的面超好吃，真的很像广炒啦。嗯，皮蛋怎么会跟这个辣酱这么搭？它跟发酵过的酱非常搭。因为他们炒完之后，那洋葱微微带甜啊，对，超过那个洋葱甜也吃得出来。这是我问题来的，因为它们料放很多，对。然后如果我们希望它增加到你们的常驻菜单里面的话，或是限定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真的可以卖这个，好好吃。这个、如果有的话，我下礼拜就找朋友继续来吃了。OK 吗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帮你每天准备炒泡面，超棒，超棒。这个男女生真的完全会，你真的会卖哦，真的会，真的老板麻烦你。不是只有我们来才有卖哦。那我们要取名了，取名好，那一定要威风啦什么的，对对对，什么什么威风啦，三杯威风啦炒泡面，对，三杯威风啦炒泡面，对，再来香辣脆皮，啊，香辣热血炸酱皮蛋脆皮面，会不会太长？不管了，我跟你讲。名字一长就看起来超对，越长越好，而且它是真的很强啊！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哇，这网络版赚到赚到，帮人家研发一些菜色，真的。对，那如果有其他那些朋友的店家们，我就希望哎，我们带着这个泡面去找你们的话，也欢迎，好不好？对，没错，对对对。如果你们有更棒的一些菜色，推荐给我们。或者网友你自己在家，你有研发出你用这个泡面的底，然后你研发什么新口味，你在下面贴图片给我们看。You are so smart， 好喜欢，再见。